34岁女星宣布怀上二胎，满心期待生女宝宝，医生却告诉她不可能。2月8日，据台媒报道，34岁女星陈玉安开心宣布怀上二胎，她还曝光了胎儿的性别。陈玉安透过个人社交账号公开喜讯，她写道，新的一年，谢谢老天赐给我另一个新生命，我们要成为一家四口了，希望二宝平安顺利出生，健健康康成长。她表示，这次怀孕的感觉明显跟第一胎时很不一样，满心期待能生个女宝宝，结果看 B 超时发现不妙，问医生有没有机会翻盘，医生告诉她不可能。尽管没能如愿生一子一女，但陈玉安没有太失望，她说不论男女，都是上天赐的礼物。发文的同时，她还晒出了多张全家福。曝光的照片中，一家人穿着浅色衣服出镜，打扮默契十足。怀孕三个月的她，皮肤紧致，脸色红润，状态相当好。她手拿二胎的 B 超照，笑容满面，看得出来再次当妈的她，心情很愉悦。老公吴先生不是娱乐圈中人，但他五官俊朗不凡，外形相当出众，跟美丽动人的陈玉安同框，十分般配。前年，两人正式注册结婚，婚后，夫妻俩努力备孕生娃，并很快迎来了彼此的爱情结晶，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Andrew。没想到，陈玉安那么快就怀上二胎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即将两年抱俩。